近自从嫁给阿 Kila 后，就为爱定居日本。毕业之后有什么安排吗？接下来什么安排吗？今年初惊喜宣布已生下宝贝儿之后，就很少浮出水面，只有三月底分享了一张自拍照，还有五月八号是她当妈后的第一个母亲节，晒出老公送的花饼，感谢没有放弃的自己，就又继续低调生活。不过时日有网友公开野生捕获志玲姐姐的照片哦，据说是在一家米其林餐厅吃饭时巧遇的。照片中志玲姐姐穿着黑色露肩洋装，简单的盘起长发，气色看起来很不错，身材也很纤细，优雅的在听服务生跟朋友说话，根本无法想象她才刚生完孩子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惊呼好美啊，志玲姐姐还是志玲姐姐，怎么当了妈更美啊，这是48岁吗？不能理解，整个实在太美了。也有网友敲碗，希望志玲姐姐可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生活，最好还能晒儿子的照片啊。Thank you.